秋哥，那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这一个飞轮，它的产品名字叫做 Bowflex C6， 这个原价是1000块，黑色星期五有400块的折扣，所以它只要599块。然后呢，我们公司有一个福利，就是你如果买一次买超过600块的东西，一年每个月就会给你50块的零用钱。啊，那它这个加税刚好超过600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申请，只会申请过，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东西，等于说不用钱。那我们就要来开箱组装这一个啊 Bowflex。这边有一个说明书，那你要组装一个东西，最重要的就是说明书。有一个人莫名兴奋，我爸爸最喜欢开箱的。总共有9个步骤啊，然后都是要锁一些螺丝。这一个看起来就是它最主要的基座，然后它这边有这个 JRNY， 它就是像 Peloton 一样是订阅制的那种，那我们是没有买这个东西。它主要的话，第一步它就是说要装那个稳定器，我们先从底盘装起啊。它的专有名词叫 stabilizer， 就是负责稳定的。因为它这边有4个洞，所以4个洞都要对齐。第二步骤就是装踏板，然后这个踏板中间有一个可以旋转的地方。OK， 然后转到手不能转之后，它有附一个扳手啊。刚刚已经装椅子，然后装前面这一根，然后接下来装上面这个扶手，装反了。好高哦！很呆的狗。可以把这个线接起来之后，它应该到时候插电就可以显示一些你的 power 啊什么的。好了，那我们试踩一下，共花了快2个小时，严格上是1个小时40分钟，其实蛮好组的，因为它的所有零件就是那种小螺丝，它都已经插在上面，只要把它组在一起就好了。但不太熟了，然后它东西都蛮重的。那我们现在踩一下，这个是阿瓜的高度啊，最矮的。其实你刚刚有没调，对不对？你也要高一点。哦，很不错，很顺的，我觉得好像比 Peloton 好踩。它的椅子比 Peloton 好坐。嗯，要买一个鞋子啊，这个一狗都可以骑啊。我脚太痛了。狗也想骑。这个可以干嘛？这不知道可以干嘛。这个反光很严重。我觉得这个品质目前踩起来觉得还不错，有打折的话蛮值得的。可是如果没有打折，要1000块，我一辈子都不会买。这一个就是属于我们公司福利的一部分。这个工程师很多都是肥宅啊，他就是鼓励你说可以要多出去运动啊。那这个器材，假如说600块以上可以抵消，或者是你不想买器材的话，你可以去健身房啊，然后他每个月就要花一些钱。那你50块以内都可以抵消掉，所以还是很不错的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那啊，这一集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终于煮好了，很开心。以后在家也可以运动。虽然其实我们楼下就有个菜了，但是就是如果你看，假如说小孩在睡觉的时候，你也不方便去健身房，那你就可以在家踩这个脚踏车，非常的好。好，那这一集就是这样。希望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